下哈，先预告，我们后面有贴上这个海报哈，大家请留意一下。在4月15号盛小梅音乐会哈，是泥土音乐，听过泥土音乐这个请举手一下，让我知道一下大家熟悉不熟悉。哦，不是那么熟悉啊。哦，好，没关系。泥土音乐在已经9年多的时间了。这个盛小梅姐妹平常在加州哈，非常好的美好的诗歌很多的我们所熟悉的张昌席勒也是，不，那不是泥土，那是盛小梅唱的。我们有好多首，我想我已经在我们的 nylivingwater.com 特别设了专栏的栏目。如果你想要知道盛小梅唱了哪些歌，你可以先去点一点。那当然呢，这场音乐会呢叫做《幸福盼望好心情》，刚好跟我们最近啊一直提到的，刚才牧师已经提到了，鸟有翅膀，在哪里最幸福啊？在空中飞，在它能够展翅的时候，飞在空中最幸福。树有根，根在哪里最幸福啊？要在土里，从种子开始到长成大树，一直在土里最幸福。鱼有鳍，鳍在哪里最幸福？鱼在哪里最幸福啊？在水里最幸福，在干地上的鱼，那就是命运已经知道它下文了啊。那人有灵魂。人的灵魂在哪里最幸福啊？在神里面啊，因为神赐我们生命气息，有灵的活人归向赐灵的神最幸福。所以呢，感谢主，我们最近呢已经连续几个礼拜，礼拜天下午、礼拜三晚上，我们都在提幸福、幸福、幸福。我们要成为最幸福的人，我们人要在神里面最幸福。我发觉我们当中已经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哈，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让他来演练示范一下他怎么样跟他的亲人朋友传福音，我想他们都已经会了哈。那么听讲道是帮助我们更新变化，可是要让你像牧师一样站在讲台上再讲一遍，可能是件困难的事情哈，因为个人的恩赐跟神的呼召不同。但是呢，让你告诉你的亲人朋友，我是很幸福的，有没有办法说？我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神里面啊。为什么啊？因为我就像那个鱼啊，游在水里面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这么幸福啊，才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幸福啊。那么盛小梅姐妹呢，她是借的诗歌，那这些歌是曲泥土音乐都是她所创作的。泥土就代表他很谦卑，是不是？我们人像尘土一样的，所以像泥土一样的。不过呢，泥土在上帝这位窑匠的手中，能够被他塑造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最好用的啊。单单是器皿还不是那么好用，要成为上帝最合用的。上帝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都愿意甘心顺服的器皿。这样的器皿一定最幸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邀请弟兄姐妹。因为这场聚会呢，我那么早就预告，是因为他们的座位有限哈，是只有1500个座位，那众教会都在参加的，那我们现在手上就100张票哈。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自己跟你的亲人朋友，我们最希望是邀请那些未信者，还没有信的，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能够让他们的灵魂被触摸到，让他们感觉到羡慕到他们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每天都有好心情，不好心情的时候马上就翻转成为好心情。所以呢，如果你心中已经知道4月15号是礼拜六，那4月16号是礼拜天，复活节，我们这里将会有一场的洗礼，所以两个聚会都要参加哈。礼拜六参加了这一场，礼拜天的复活节一定要来。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现在就已经可以预备，有要邀请亲人朋友，而且拿了这个入场票的人一定不要浪费哈，因为他们的会场呢是要凭票入场，你没有票就站在门口进不去了，因为他们座位有限啊，所以每一个人是凭票入场。如果你拿到票千万不要搞丢了，那么到那天的时候呢，就是凭票入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那我想在散会的时候董涛姐妹站起来一下吧，大家回头一下，董涛姐妹，我把票交在董涛姐妹手上哈。假如说你们有要几张几张，董涛拿一张纸稍微记一下哈，让我知道有哪些人拿了哪几张，好不好？比方说我补充一下啊，因为场地座位只有1500个，那拿到票的人呢
一定要去，不然的话呢，你有票，别人却进不去，或是有了票，结果人不去呢，那边空位，那实在是辜负主的恩典。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取票的人呢，你的名字要被登记下来，好不好？就董涛跟你拿票的人名字要写下来。然后呢，你呢给了谁，你一定要在4月14号之前呢要跟进，要跟进，一定要请他要去，不然就你开车去接他送他去啊，千万不要让啊就是空位。那我也鼓励大家，因为我们这100张呢，我个人是计划说我们要走遍我们这附近的街头巷尾哈，去一家一家敲门哈，所以我相信神会恩待我们。如果你们愿意去天人明察拿票的话呢，最最好，好不好？如果你们啊可以去天人明察拿2张、拿5张、拿10张都可以，因为他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票。那如果在下礼拜可能就拿不到了，因为都被抢光了。那泥土音乐盛小梅呢，他是非常有名的，他2月份呢在欧洲疯狂啊，疯狂啊。那这几天呢他就跑到德州去了，然后4月份呢来纽约，5月份呢去台湾跟日本，所以全世界都在邀请他。而且呢他不单单是歌唱的好，而且他传讲的信息呢也非常非常感动人。他本身是台湾大学啊毕业生，非音乐非歌唱专业，可是呢他蒙主呼召，就全然透过音乐来服侍神，透过音乐好来传福音。所以呢他所建立的泥土音乐呢目前是在美国好走向全球，一个被神非常高抹的一个音乐事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就是你们拿的票一定要跟进追踪，千万不要让拿的票的人不来。好的，我也鼓励大家去哪里拿票，去罗斯福路的天人名堂拿票，好不好？啊，既然让我们这100张呢能够留给啊我们左邻右舍，好不好？啊，因为全部只有1500张票，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全部拿去，最后都是啊都是信主人来，我觉得得罪神。好，我们尽量找不信主人。像我这几天咳嗽，我昨天就去看了医生，我特别跟医生约好了，我说4月15号你要几张票，他就说那2张。好，所以你看那位医生夫妻已经答应我一定来的。好，所以各样的方法呢你都可以找人来，好不好？大家就把握机会。好，感谢主啊。那么这场聚会的地点呢是在，大家知道交通局吗？ Motor Vehicle 交通局旁边有一个，也就是那个你们那个新金马的那个办公室旁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韩国教会叫 Promise Church， 那个中文翻译成应许教会。也感谢主的恩典，那么我的女婿从今年1月1号开始，这个是大纽约地区我想应该是最大的哈，包括东方西方的教会，是不是还是只有韩国啊？我们不晓得其他的美国人的教会，但是呢在中国人跟东方人的教会里面应该算是最大的一间。在那真的是神的恩典哈，是神的选召，我们都觉得不太可能的，因为是他们的主任牧师主动的找到我的女婿，他我的女婿呢在另外一个小比较小的韩国教会，但是他找到他就把我女婿就从今年1月1号开始。那么如果有哪些弟兄姐妹想要听我女婿的讲道哈，我都可以发给你们哈，因为挖掘他讲道也很有激情，但是是用英文的哈，所以呢也为我的女儿女婿他们的服侍在那个教会，他们是针对年轻人，是英文部的牧师，所以呢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可以来服侍主。也希望我们的家，我很感谢我们当中的同工，常常祷告的时候都会纪念到威牧师圣母的一家，不是为我们有得什么好处，都不是的，为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为主真正的发光发热。那这个我觉得我还不够满足，我希望是我们的光与热的生命，因为我是一个点火的人哈，我希望能够点燃你的家庭，点燃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跟我一样发光发热，我觉得我才满足。不是我自己发光发热我就满足了，我得奖赏什么不奖赏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我能够发光发热不满足，我觉得我不满足。我要我们看到我们当中的同工跟弟兄姐妹跟家庭一个一个的开始发光发热，我觉得我内心才是真正的可以阿们，
不然我都觉得啊、哦，怎么这么难呢？哦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2017年，我们这个教会一定是被主加倍的翻转、发光发热的一个教会。那么其他的教会，上帝用他的方式来赐福我们。这个教会是神定义、呼召我们、选召我们，用活水的恩膏，就是喜乐的恩膏，就是传福音的恩膏。好，所以在这里啊、感谢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4月15号是复活节，每到了啊圣诞节啦、复活节啊，那么平常不做礼拜的人呢、啊，这两个大日子大概都会出现啊。所以呢，那有些人平常不好邀请朋友来的、亲属来的，这两个大日子大概都会说：“哎呀，圣诞节来我们教会啊，复活节来我们教会。”所以圣诞节跟复活节通常教会都会坐满啊。都会坐满人。那么我们今天都已经我刚刚从后面看到，哎，都已经蛮多人了。那所以到那天又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托住。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了好几个礼拜，或者是刚刚来，都还没有受过洗，也不知道受洗怎么回事的，盼望你在午餐之后，在现在是3月了哈，4月马上就到了，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盼望你能够留步。午餐之后能够留下来下午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跟你分享，可以了解教会，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让你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好吗？那礼拜三的晚上呢，依然跟大家再次来预告，就是每个礼拜三晚上7:30，请你一定来到教会。那这个教会楼上楼下充满了神的爱，那楼下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想要对神的话语扎根，你想要更深的跟弟兄姐妹有讨论，那么你就可以参加楼下叫查经班。查经班呢，在北美很多比较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啊这些的人，他们都很喜欢查经，因为他们想逐字逐句的来了解，然后呢大家分享个人的对于圣经上的亮光。那么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是出信的哈，那么预备受洗或刚刚受洗的，那么他们好像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他觉得他还需要不能讨论，他只能够你来灌输或者告诉他一些什么。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就欢迎你参加我们楼上的。楼上的呢，我们是把福音的基要真理啊，怎么样的来跟从神，好，我们就直接的告诉你。那如果你想要像何师母这样子学习传福音的，那么我们也盼望你参加楼上这一组哈，因为你不是出信的，可是你愿意来传福音，所以你要接触那些第一线的一些慕道出信的人，你要怎么接触，那你要怎么去传。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其实我都有发一些照片给你们看一看啊，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在家里如果你是在看电视的话，那么就求主怜悯啊，你跟神做一个祷告，主啊，下个礼拜我不看电视了，我要去教会跟他们一起学习啊。意思就是说你有时间，如果你正在打工的话，你万一收到我的微信有照片，你就说主啊，纪念我们教会的这一班弟兄姐妹，他们在主面前的摆上，我很想参加，主啊，我愿意跟他们同心合意，好吗？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情啊，神一定纪念，来得了来不了，只要我们同心合意，神一定纪念。所以我在这里多讲两句话啊，在这里这个呼吁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同站立起来，我们以主祷文做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在上帝面前的每一个人，这几天特别来思想约翰福音的精华和重点，神乃是呼召你来跟随他，走这条属天的窄路，是十字架的血路。
让我们不是半途而废，乃是跟随到底。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呢，都可以坦然无惧，毫不自责，被主恩待。如此祷告祝福，奉耶稣名，阿门。职场牧师呢，就一边上班一边做牧师，所以是因为甄妈妈有好榜样，才让她两儿两女都在侍奉神。小女儿是燕芬，是小女儿吗？最小的老幺。